呢度系香港中文大学生亚书院，而呢度就系学思楼门前嘅一排罗汉松。呢啲就系罗汉松嘅树叶。如果大家细心睇下，会发现喺罗汉松嘅树干上面仲有另一种植物。呢一种植物嘅叶同罗汉松嘅叶系完全唔同嘅。罗汉松系一种裸子植物，呢一种又系乜嘢植物呢？咁呢啲叶其实属于一种 ferns， 嗰种 ferns 叫做石韦，佢系一种 epiphyte。大家可以睇下，其实佢附身咗喺树皮上面。咁呢一块系一个 vegetative leaf， 咁好明显啦，佢系绿色，会做光合作用嘅。而它底面也很平滑的，但是如果大家细心留意一下，还有第二种叶形的，那我们去看看，这里就有一个 reproductive leaf， 它一样是绿色，可以做光合作用，但是它的形状比较长，还有它底部有很多 sori， sori 里面就很多 sporangia， 而里面就很多孢子可以制造出来 for reproduction 的。橙色那些是 sori，Sorus 是指一 group 的 sporangia， 石韦的 sori 是 naked， 即是没有任何 cover 的。石韦是一种 epiphyte， 这里就很清楚看到它的 creeping stolon 了。